行啊，有一个方，有两个方法啊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先勾，你看，先勾，先把你要画的山水的那个勾起来，这样勾，这个叫勾，勾，这个就是勾嘛，那个形啊，这个是勾嘛，勾才来纯。那么我通常我是比较喜欢一面勾，一面纯，一面勾，这样，然后，啊，这样，这样，我自己呢，啊，这个今天我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披麻就是那个纯法的一种，纯法也是这样。披麻比较像绳子，像麻一样松的，一条一条这样长长，这样，你就在那个勾的那个阴线那边开始，你看，这样子，披麻就是长一点，跟我们上个星期是短一点，转，哎，好像按摩，好像那个你跟人家按背啊这样子，圆这样。这样，那个感觉就出来了，是啊。老师，那个方向就是说，有的可以这样的，有的可以是个长长的。这个长长是一种披麻，对，它叫披麻唇，披麻唇还有虎头唇，所以这些我们一一的介绍。这个就是披麻唇，所以最重要那个啊。也是这样存下来，看你怎么样存，啊，存有时候短，有时候这样，所以它有时候有大一点就不要存，就是给它一种阳光的一面，就是有阴阳。我们通常存在这个旁边的话，我们叫做阴部咯，阴的部咯，没有存的地方就是阳，啊，或者是相啊背咯，相背咯。阴阳你们知道了哈，阴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，啊，勾，勾线勾了，然后再存，这个由你们自己喜欢，由你存了，你不知道它的存多少啊，多大啊，你自己喜欢，是，因为你到你会的时候，你要来去，要去哪里，你喜欢，你觉得山水哦这一块不够好。这边地方不够多，或者是你勾了，你先勾了以后，你站的你非要这边不可了。当然你当然还可以加，啊，所以这个比较灵活，啊，这个比较一种都是一个方法，啊，你们可以这个可以定它的形啊，定了形，定了形，啊，定了形，啊，比较哦，你看我现在可以再加减减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这样，这边存过来。有些人啊，我是比较，还是要这边来这样子啊，对，一面存，又一面勾，这样，又是这样勾，有吗？又是一直勾，一直存，所以啊，存，你看我再存给你们看看，存啊，长一点，去皮麻存。这个无所谓，你看我这支笔为什么不要换呢？就是裂了嘛，哎，他就不怕它坏嘛。现在披麻唇就是长一点点，披麻唇怎么写？来，我先生，这个要跟你们讲，要教坏的。哎，小丽，披挑手，挑手皮，那么它就是像那个麻袋哈，一条一条这样打开，所以它的形容词就这样，所以就好像散开的那么麻。那个披麻唇是不是像瀑布的时候你画那种瀑布的石头那个句子？没有，它很柔和的，瀑布的石头不是这样。
瀑布的石头有另外的瀑布的石头的名称。哦，是吗？嗯，还更硬。很硬，这个很柔的。这个是泥土的那种，像蚂蚁的巢、蚂蚁的窝那样的。哪里都有蚂蚁，哪里都有哪里都有蚂蚁。那泥土的那种软软的，但是也不见得。这个是石头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我呢，我等我们把这个存法。几个存法，骨头子，还有象荷叶的叶脉啊，那种存和几种存法，我介绍完了之后，我们画那个树，就画那个树，树也有很多种，树了以后哈、啊，然后我会介绍那些名家，宋代很多名家，以画披麻厉害的，或者是画那个骨头石，或者是画火炬拿什么的。也给你们一些，有时候你要给他一个空间，向阳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存呢，都是在他的这个，那个石头的这个阴的地方，然后这样滑下来。所以啊，你有时候短，有时候长，有时候这样，有时候这样，连续不断的给他有一种比较一气呵成的感觉。存完了之后，啊，我就时常是存完，我再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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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够再存，这样子的感觉，啊，这样一座山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容易，美极了，很好，是不是像一座？这很美，觉得很美，这样，啊，很美啊。有啦，上上可能这个纸比较薄，我不敢给它太细。还有唇，还有唇，给他阴暗的问题，就是给他阴暗的问题。
阴暗相对，山也有些地方是有给太阳阳光照射的嘛，所以阴暗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是处理，这个是线，这个很重要哦，你勾，你要把它成为一个山势嘛，所以你可以放，你可以这样断断续续的，也是要一起保存的线。这个是属于另外一种，那种点的嘛，也是一种方法。只为你无心的一句承诺，我就成了你的名字。幸福为何总是一点难？所以你们接的低吗？想念就从那一天开始。所以有的时候要长，有时候要短。每天仰望你绿色的窗子，总之我没有限定。